再来看一下米卡，这次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喜欢这个专辑，因为都因为有不同的感觉 like 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 different、yeah. 不一样的感觉比如 Wonderland Party 有 like R&B 还有 like 一点 sexy 的感觉，还有其他的音乐有更多 hip hop 的感觉，所以我喜欢 like 我喜欢听这首歌。你喜欢这种感觉？对对对，感觉感觉。